蛇要来吧实验开始了去抓住他们吧 Loaded报告，在一点钟方向持续监测到可疑反应，推测为总数过百的不明生命体。报告，所有观测目标的生物红外数据均与天命主教奥托阿波卡利斯一致。报告，全引擎启动完毕，请指示。报告，修伯利安主炮已蓄能完毕，请指示。雷达组、信号组，请继续监视对方动向。轮机组、舰炮组，保持现状待命，确保修伯利安随时可以进入作战状态。德丽莎女士，有不明来源的外部通讯试图与修伯利安联络。接入吧，差不多也该来了。协议已确认，现在将播送通知。一切不属于科洛斯滕镇的天命或非天命人员，请各位在接到另行通知之前保持原地待命的状态。如果各位擅自离开原驻地，其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各位自身承担。这是奥托的复制体，他们原来会像机器人一样运作吗？傀儡，请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我需要和真正的奥托阿波卡利斯通话。非法操作，协议不存在。后退至初始协议，继续播送通知。一切不属于科洛斯滕镇的天命或非天命人员，请各位在接到另行通知之前保持原地待命的状态。如果擅自离开原驻地，其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各位自身承担。哼，这算什么？自己的暗箱操作败露，就躲起来给我们吃闭门羹吗？这是他打算一意孤行时的惯用伎俩。用挡箭牌拖延其他人的时间，自己则在幕后一口气把生米煮成熟饭。可恶，他刚刚才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偷走了支配律者的全能，这该死的家伙究竟打算做些什么？
不知道，但保险起见，我们必须立即出发，亲自找到他。正如浮华刚才所说，如果我们在子丹哥时间，可能就正中爷爷的下怀了。哎呀，哈哈，分析的真不错，我的好孙女德丽莎。看来你在离我而去的这段时间里，也成长了很多嘛。什么？怎么，你们很惊讶于这种随时随地的切换吗？我觉得至少那边的两位逆商博士应该不会吃惊才对。毕竟你们在60多年前就已经见识过一次了，不是吗？你这个混账！您先别生气呀，尊敬的特斯拉博士。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是对你们所有人而言，都有极大的好处呀。好处？好啊，我倒是想听听，你这次又会说出什么自以为是的谬论。自以为是吗？的确，在这件事情上，或许没有比我还自以为是的人了。诸位，请为了人类的未来而庆祝吧。以结果而言，我将牺牲自己，从虚数之树上为人类额外争取500多年，给你们充分的时间来对抗崩坏。看来我可爱的孙女儿已经意识到什么了呢？没错，对自以为是的我来说，这500多年当然不过是一种副产物罢了。我还记得自己不久之前刚刚讲过，我很快就要踏上自己最后的一段旅途，到世界的彼岸，去寻找那个唯一的存在。我将从时间的枝条上抹消这500年的历史，让世界本身重新回到卡莲·卡斯兰娜还活着的状态。当然，各位不用担心自身的存在被这个过程所消弭。
凡是在今天来到科洛斯腾的人，无论你们持何立场，奥托阿波卡利斯都将从时间的洪流中保护你们。而回到过去的你们，也必定能帮助圣女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吧。喂，天命的主教终于脑子不正常了吗？你装神弄鬼的在说些什么啊？时间倒流？先不说具体如何从技术上实施，你以为我们不知道那种行为在理论上就要付出多么巨大的能量吗？如果说我已经与某个被称为崩坏意志的存在达成了协议，如果说我付出的代价就是在虚数之数上流动的时间，或者说现在本身呢？再说你不相信我又有什么关系？你只要在修伯利安里再安心等待12个小时，一切自然就会见分晓了。你这句话好像是说，你将给我们一个在最后的12小时中挑战你的机会。哦，不愧是爱因斯坦博士，果然冷静过人。不错，我愿意给你们这样的机会。如果你们不认同我的做法，那么就可以来之前的那座教堂，把我本人揍个落花流水。当然，这种情况下，我的忠实的部下们也自然会在这座城镇的内部出手阻拦各位。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还是不希望你们彼此刀兵相见的。如此说来，你一边挑衅我们，一边却又更希望我们按兵不动，为什么？看来博士，你很希望能从我的话语中找到一些漏洞。这不好，这不好。你们只需要知道，
如果我成功，世界就将赐予人类额外的500年，用来对抗崩坏。而他的代价也不过是让这500年间除今天在场人士之外的所有凡人重新回归未出生的状态罢了。至于这一次通讯本身，你们应当把它理解成我给予各位的一次机会，一次公平竞争价值观的机会。你明白了，我们会如你所愿，认真打败你的。很好很好，这相当不错，我亲爱的孙女，你的反应甚至比我预期的还要好。所以像去年那次一样，在认真起来之后做一个行动派吧，德丽莎。我会在圣武三七教堂不紧不慢地等待你们。再见了。我想确认一件事，爱因斯坦博士，特斯拉博士。请讲。崩坏意志，我们是不是真的对拥有这个名称的存在一无所知？很不幸，从技术上来说的确如此。理智律者的核心阻断了瓦尔特和崩坏意志的交流，让他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为人类而战的律者。但反过来说，这也让逆商失去了以任何方式去研究崩坏意志的机会。明白了，也就是说，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对于对方的说法，或许只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可以这么说，虽然很不想承认，但事实恐怕就是如此。可恶，我们明明知道他就是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在战场上，有时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统帅会有能力在所有的时间主导所有的战略，迫不得已的决战有时就是无可避免的。
发吧，我们边走边通知大家集合，同时讨论一下出击的战术。啥？分兵？那不是削弱我们自己的优势吗？这次的敌人非同小可，我们必须用最谨慎的态度先摸清他的底细。哼，依我看，那家伙刚才强调什么12小时，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我们就应该将全部战斗力集中一处，先用修伯利安完成火力准备，然后从最近的道路直接突破，一举攻占那个什么教堂。这可不是玩军棋，特斯拉博士，你这样或许会把还留在镇上的天命相关人员都给炸死的。更何况现在我们其实对奥托真正的手牌还一无所知，贸然挑起决战恐怕还会意外面对某些我们无法预判的风险。也就偷了一个支配之律者的全能吗？正牌的支配之律者都被我们打败了，难道现在还害怕一个盗版的不成？你不要忘了，特斯拉博士，那个男人的名字是奥托·阿波卡利斯，我们在他身上吃过的苦头或许比泡一杯浓咖啡所需要的咖啡豆还要多。德丽莎，你怎么看？不用太在意那个鸡窝头的想法，你才是这里真正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的指挥官。特斯拉博士，我其实更赞同爱因斯坦博士的想法。目前我们只侦测到了那些魂钢复制人的动向，但他们不过是对方的傀儡罢了。或许在应对支配制律者的全能时，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得心应手。但无论是 SD 女武神的动向，还是对方和崩坏意识达成的协议，此时此刻的我们全都一无所知。既然如此，我们的作战也就必须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确实应该适当分兵，一边战斗一边探索，在决战之前尽量打探到一些对方的虚实。这样在第二个阶段，
我们才能在重新集中兵力之后，用更稳扎稳打的方式与对方展开最终的决战。像闪电战那样的战术需要巨大的情报优势作为支撑，而情报却正是目前的我们最为缺乏的一种东西。换句话说，你所提出的战法对目前的我们来说过于冒险了，特斯拉博士。行吧，你们确实也有你们的道理，我就按照德丽莎说的那两个阶段来重新拟定计划吧。正好，这样一来咱们的工程部门也有套好东西能派上用场。时间紧迫，我们长话短说吧。在公布作战计划之前，我需要同步两个信息。其一，根据奥托方面的声明，他已经与所谓的崩坏意志达成了协议，能够强制引发时间倒流。打算以这种方式让克洛斯腾之外的整个世界倒退回500多年前的状态，从而使得圣女卡莲能够获得第二次生命。其二，就在不久之前，逆商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奥托通过某种方式实际上已经盗取了原支配之律者的全能。像现在包围修伯利安的那些傀儡复制人，就是他使用支配之律者的全能来统合操纵的。因为以上两点，所以在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中，我计划将修伯利安的一线战斗人员分成三路进行使用。由布罗尼亚、希尔、罗萨利亚、莉莉亚组成，沿河对岸城区里的大路向奥托所在的圣武三七教堂前进。是。此外，我们会根据你们随身携带的探测装置传回的信号，分析适合特斯拉博士安装斯巴达克系统的区域。斯巴达克系统可以通过广播干扰信号的形式来限制支配之律者的全能。
我们分析你们自动传回的信号之后，会选择合适的地点安装斯巴达克系统的信号干扰塔，这方面你们无需额外操心。准确地说，这是之后第三路需要负责的任务，你们只需要保证身上的自动探测装置能正常运作即可。另外，罗斯艾利亚和莉莉亚，你们的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留下来等待支援，千万不要勉强。知道了，我们会好好遵守希尔姐姐和波罗尼亚姐姐的安排。好，那么第一路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来部署第二路的任务吧。第二路由提安娜和福华组成，你们稍后出发，沿河南侧的山路夺取上游桥梁的控制权。作为骑兵，出其不意地快速逼近圣武三七教堂，打探虚实。希望第一路的同学在此期间能帮你们吸引敌方的注意力。另外，与第一路相同，你们随身携带的探测装置也会向特斯拉博士传回信号，帮助他选择合适的位置建立信号干扰塔。明白。与第一路相比，第二路更需要快速突击到对方的大本营，搞清他们的状况。因此，你们切勿恋战，即使分开行动，也一定要有人保持挺进的态势。是，薛园长。那么接下来是第三路，成员主要由我、逆商的二位博士以及修伯利安的后勤人员组成。我们会实地安装并升级斯巴达克系统，尽最大能力阻断支配着绿者的特殊通信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支援大家的战斗。以上的作战计划，有谁没听明白吗？如果我们与奥托本人遭遇，许园长建议用什么方式进行应对呢？请尽量拖延对方的时间，等待后续支援。至少，根据对方的威胁言论，我们还有12小时可以用来阻止他。明白了。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立即开始行动吧。作战开始。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
从这里到那里。说一起睡觉，什么时候来的？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最初的目标，就选那里吧。看来我们视野开阔，敌人密集，作为吸引火力的战斗是个不错的地点。开始。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你明白吗？从这里到那里。希尔，不用那么束手束脚的，这里是战场，一瞬间的分神就有可能致命。嗯，我知道，可是这里的建筑都很漂亮，万一碰坏的话，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这里是天命过去的大本营，掩盖了数不清的血泪与罪恶。布罗尼亚认为比起保护他们，希尔自身的安危更重要。但是这些建筑是无辜的吧？设计、建造、保养他们的人一定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还有曾住在这里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天命的黑暗面应该没有多少关系，多半只是勤勤恳恳地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像那边的花园里有精心布置过的痕迹，之前的主人一定很爱护这里的风景。还有这条路，虽然积了灰尘，但能看出曾经打扫得很干净。这样的环境，一定是因为他们喜欢这座小镇才能维持。如果他们多年之后回到这里，却只看到留下的断壁残垣，一定会很伤心的。我不想破坏他们的回忆之地，我想每个人的回忆都值得被守护。确实是希尔会说出的话呢。布罗尼亚明白了，布罗尼亚答应希尔，在战斗时会尽量避开直击这些建筑，之后也会去提醒罗萨利亚和莉莉亚的。啊，抱歉，希尔是不是说了有点任性的话？布罗尼亚觉得希尔说得很好，怀着守护的心，
在战场上固然会面对更多的困难，但那同时也是我们的力量来源，是我们的强大之处。那就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梳理我们的作战目标。我们是先行出发的第一路小队，前期作战目标是作为诱饵，尽可能多地吸引敌人主要火力，给第二路小队创造机会。我们行进的路线是从市政广场方向绕远路接近教堂，沿途动静越大越好，卷进来的敌人越多越好。这同时也是在敌人密集的腹地收集数据，为第三路小队安装斯巴达克系统的信号干扰塔提供决策基础。没错，等这方面的作战结束，我们和第二队一样，以教堂为目标进发，尽量与他们同步赶到教堂，与奥托展开决战。希望作战能顺利进行，不过这么明显的行动，对方也不可能察觉不到我们的意图吧。虽然的确是很容易被看穿的作战，但按照我们现有的战力，这也是最稳妥扎实的战法。即使敌人看穿了我们的意图，作为防守方，他们也只能照常应对。原来如此，果然学院长和布罗尼亚姐姐都想得很周到呢。在战斗开始前就赢得胜利，才是长胜之势的战斗方式。就让我们一起痛快地大闹一场吧。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急如雷电，战力吧，圣才之雷，引击呀，渴求优业。呀，圣才之雷，圣才之雷。别害怕，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感觉气氛好凝重？安静一点能专心战斗，不也挺好的？
罗尼亚姐姐是原本就化神，罗萨莉亚和莉莉亚是怎么了吗？别管他们，两个没见识的小鬼，肯定是没上过真正的战场，胆子吓破了。哎，那更得多照顾照顾他们了呀。罗萨莉亚、莉莉亚，你们别怕，我和布罗尼亚姐姐都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战斗了，不要紧的。只要保持冷静，相互协助，一定就能克服难关。万一出现了危险的敌人，我和布罗尼亚姐姐也会保护你们，不会让你们受到伤害。所以不用害怕，就像平常训练的时候那样战斗就可以了。你们都是很优秀的孩子，我最清楚这点了，要对自己更有信心点哦。希儿姐姐，其实不是的。啊，罗萨莉亚，难道你是身体不太舒服吗？糟糕了，我们没有带便携式医疗箱，要不要联系博士他们？罗萨莉亚把自己摇晕了。莉莉亚，现在我能说话了吗？反正这里也没有外人，应该没关系吧。憋死我了，终于能好好说话了。终于能好好说话，是什么意思？是莉莉亚跟我说的，叫我全程闭嘴，不准说话。莉莉亚说，因为大家都很严肃，所以我们也要保持严肃。但我严肃不起来，就干脆不要说话好了。因为罗萨莉亚只要一张嘴就会破坏气氛嘛。哪里有了，这肯定是你对我的误会。我可是你的姐姐，比你大了十几分钟，肯定也比你成熟多了。刚才我就想说了，虽然我听不懂那些乱七八糟的战术说明，但总之只要打爆对面那些家伙就可以了吧。什么黑托、白托、茶杯托，我一个人就能全部搞定。至少先从记对敌人的名字开始吧。我觉得莉莉亚的判断没什么问题。
去吧。啊，实验数据，快都交给克莱因整理吧。笨蛋罗萨利亚，是我们身上的通讯器在响。就是那儿，别动。是。好了吗？我重心有点不太稳，单脚站的也有点点麻，这么举着剑也有点点点酸。罗萨利亚，不用一直维持那个转到一半的诡异姿势的，我们不是在玩一二三木头人。诶，不是吗？特斯拉博士只是让我们站在原地不要走动，不是让你一动不动。话说你刚刚是不是连呼吸都屏住了？采集 OK， 就这个位置了。我们待会儿过去安装信号干扰塔，你们再往前走走，看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点。根据目前的经验来看，多半还是在那种敌人非常集中的地方。嘿嘿，就放心交给 Rosalia 吧。果然只要有 Rosalia 在，什么作战都不在话下。你根本什么都没做吧？真正的主角总是要到最后才使出全力的，我现在就展示给你看。喂，乌萨利亚，等等我。罗尼亚姐姐，我们也快追上他们两个吧。罗尼亚姐姐刚才是不是在笑？布罗尼亚只是看着罗萨利亚和莉莉亚的样子，突然有些感慨。他们两个很像刚入学圣弗雷亚时的 Kiana 和 Bronya。 那个时候 Kiana 只是个乐天的笨蛋，逃学、上课睡觉、考试不及格、到处闯祸，还总是缠着牙医。布罗尼亚只觉得他吵闹，看不惯他，总是挑他的毛病。他不服气，就向布罗尼亚发起挑战。布罗尼亚当然不会拒绝。只是没想到 Kiana 那个家伙，比想象中要认真的多。虽然他一次都没有赢过布罗尼亚，但从不放弃，总是一次一次的再来挑战。因为 Kiana 看起来太过精力旺盛，布罗尼亚担心他一个人又会搞出什么乱子来，忍不住就去跟着他，纠正他的行为。
天安娜总是过于天马行空，甚至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蠢事。每到这时，布罗尼亚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她的错误。结果不知不觉间，我们也渐渐开始熟悉彼此，经常一起行动。后果就是从一个人的乱子变成两个人的乱子，最后丢给学院长善后。现在想想，还真是不可思议的交友方式。不过，布罗尼亚并不讨厌这种感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缘分吧。一定要说的话，应该叫孽缘吧。那个时候，布罗尼亚觉得比起照顾皮安娜，战斗都要更轻松些，虽然现在已经完全反过来了。世界就是如此，每个人都要长大，都在不断地更新着自己。就连罗萨利亚和莉莉亚也已经站上了战场，虽然现在他们尚且懵懂，但他们终究也会找到自己为之而战的理由。看着他们两个，仿佛看到了当初布罗尼亚和提安娜的影子，不禁怀念起过往的那些日子了。布罗尼亚姐姐，别担心，布罗尼亚知道希尔想说什么。铭记过去，是为了开拓更好的未来，对吧？果然，布罗尼亚姐姐好厉害，强大又可靠，希尔也要多多学习呢。不，布罗尼亚其实也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不过布罗尼亚一定会努力克服的，为了希尔，为了大家。话说回来，我们真的要快点追上他们两个了，不然不知道他们还能做出什么惊掉人下巴的事情来。这个方向。这里到那里，急如雷电。我都说了，这肯定行不通。
莉莉亚骗人，你刚才明明说的是你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一定是笨蛋罗萨利亚听错了。那我开始把信号探测器装在大剑上转圈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阻止我？因为看罗萨利亚兴致很高啊。啊，先不说这个了，不如想想等会儿怎么解释。能怎么解释？不就是为了多收集些数据，转圈来扩大行动范围，结果转着转着探测器飞出去砸在墙上砸坏了吗？这说出去肯定会被骂惨了的，不如这么说，这是在激烈战斗中被强大的敌人不幸打坏的，怎么样？觉得有种冲动，想立刻去给德丽莎学院长道个歉。在他眼中，当时的我们两个应该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的吧？一直给这样的我们收拾烂摊子，真是辛苦他了。是我，等会儿我们会过去安装另一座信号干扰塔，这样一来总算能够大幅度牵制那些奥托人偶的行动了。第二队也差不多准备出发了，你们可以开始执行下一阶段的作战。从现在开始，现场的判断全交由你们自主决定，我们大教堂见。精彩表现下，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嘛！都说了，罗萨利亚什么都没有做，而且我们也还没有胜利。哼，已经就只差一点了吧？这下罗萨利亚可要使出最后的必杀技了。什么样的必杀技？正在思考。现在才开始思考吗？是叫超级转转转好，还是叫无敌风火轮好呢？在思考的是名字吗？好了好了，不要争论这些了，我们还是快点前进。
大家小心。哎呀，看样子对方终于不打算袖手旁观了呢。雨斑，这些屏障是打算把我们困在这里吗？嗯，先靠近看看吧。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休假了。此即为登神之刻。又是这种小花招。要稍作休息吗？别花太多时间。别害怕，很快就结束了。让我们开始吧。原来如此，一个邀请。邀请是选择留在这里，在逐渐缩小的屏障中寻找生存空间，还是选择接受这份邀请，直面给我们带来这些麻烦的人？不管怎么说，这份邀请的发起人还真是热情好客呢。也就是说，其实根本没有给我们留下选择的余地吗？嗯，能准备的这么周到，大概还有很多后手逼我们接受这份邀请吧。布朗娘已经能猜到对面是谁了。样子已经有主意了呢，希尔相信布罗尼亚姐姐的判断。罗萨利亚、莉莉亚，你们呢？什么什么？从这里进去就能暴打敌人了吗？莉莉亚认为，罗萨利亚果然还是闭嘴比较好。总之就先当作全票通过，大家一定要小心哦。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你明白吗？这个难道是准备好了？这里是支配剧场，可以休假。
还真是阴魂不散的鬼地方啊。大家都不在，看来是又被分开了。但是这次没有人偶的气息。如果我没猜错，他就在这里的某处。按照这座剧场的传统，我是不是该说一句欢迎来到支配剧场？果然是你，丽塔洛斯威瑟。丽塔在此恭候您多时了，乌拉尔银狼大人。今天的我们是战场上的敌人，那些客套话就不必了吧。请别这么说，我对博尔尼亚小姐的尊敬是真心实意的，这不会因为我们的立场不同而改变。是吗？那么是谁才刚信誓旦旦的承诺不会成为我们的敌人？那句话并无半点虚假，准确来说，我不想与任何人为敌，不管逆商还是天命，修伯利安还是奥托大人。丽塔只想保持中立的立场，完成女仆的职责。我直言，你现在看起来可不怎么中立。给您带来了这样的观感，很抱歉。在离开修伯利安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这给我的立场带来了一些微妙的转变。不过请放心，丽塔绝没有加害各位的意思，就连手里的这个人偶也不过是奥托大人借给我的钥匙，自身没有活动能力。真正的支配掠者全能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奥托大人身上，这个支配剧场里并没有会去主动伤害各位的东西。丽塔可以保证，只要各位在这里安心待一段时间，我会恭恭敬敬地送你们出去。一段时间，直到奥托所说的那12小时结束，对吗？
罗尼亚小姐一向聪慧过人，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也许并不需要那么久吧。如果没理解错，你刚才所做的一切承诺都建立在我们听从你的安排的基础上，那么如果我们执意打算离开呢？那就只能树立塔无理了，除非在某种情况下你改变了我的看法。暗蔷薇会在自己的最后一战中努力表现，不负您的期待。你留下这张字条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当前的发展吧。确如您所说，这是一个稳妥的保底方案，不是吗？你当然很适合这么打算，打着中立的旗号完成奥托的任务，又不伤到我们，这样不管最后是哪边赢了，你都不会吃亏。但是如果我们没能阻止奥托，外面的所有人都会灰飞烟灭。即使是这样你也不在乎吗？不惜做到这一步也要遵从奥托的命令吗？关于这一点我不置可否，布罗尼亚小姐提醒过我不要做出令同伴感到失望的决定，而这就是丽塔的决定。不用多费唇舌了，布罗尼亚不会任人摆布，也不会动摇内心。布罗尼亚的道路会由自己来决定，至少一定不是留在这里度假。隐秘的杀手暗蔷薇，不，天命的 S 级女武神丽塔洛斯威瑟，想要阻止布罗尼亚，就动点真格的吧。果然是不服输的布罗尼亚小姐，既然你一如往常不接受强加的方案，那就只好请多赐教了。为什么他能驱使这些怪物？奇怪的能力是他的新力量吗？
不亮亮你的新衣服吗？攻击被弹开了，多有得罪了，布罗尼亚小姐。以凡人之躯，仅仅靠着女武神装甲，按说是扛不下理智律者所有攻击的。他比布罗尼亚更习惯战场的无情厮杀，我们之间的确存在着经验与觉悟的差距，但仅凭如此还不够。布罗尼亚能感觉到他一直在使用一种奇怪的力量，是跟那个有关吗？热身差不多该结束了，布罗尼亚小姐，是时候拿出真本事了吧。果然双方都还留着后手啊。谁知道呢，想要速战速决，除了碾压性的力量差距出其不意的奇策之外，就只剩下精炼到纯熟的基本功了。这是于战场上生存的常识，相信博罗尼亚小姐一定也很熟悉，而且我相信您其实也采取了隐藏王牌的战术，不是吗？说实话，博罗尼亚本来没打算用这个的，至少不是在这里。该说是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还是一直没法下定决心呢？不过现在看来，已经不是考虑那些的时候了。布罗尼亚不能在这里止步，所以不需要再犹豫。这就是布罗尼亚的答案。这一次，布罗尼亚会用自己的全力打倒你。原来如此，难怪有种熟悉的气息。支配剧场，又是这里。是来过太多次，反而感觉有点亲切了。不管来多少次，都只觉得脊背发寒，是个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是吗？我倒是还挺习惯这里的空气的，这次没有那些讨人厌的恶心人偶吵闹个不停，还蛮清静，当成观光也不错。不过你不喜欢就算了，我这就打开出口把你送出去。哎，这套开门操作已经熟门熟路，甚至都有些无聊了。等等，改主意了，果然还是先去观光。我们的确可以轻松离开，但普罗尼亚姐姐、罗萨利亚和莉莉亚做不到，我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对方既然特意把我们分开，一定也是知道这点，
和刚才用屏障围住我们一样，对方的目的应该是不战而胜。既然如此，留在这里岂不是更中了对方的下怀？还不如现在就出去，直奔大教堂，一定很出乎他们的意料。这样一条路可选，不过在迫不得已选这条路之前，请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试试看能不能把大家一起带出去。毕竟我们原本就人数不多，每个人都是珍贵的战力，而且我答应过茹扎莲和莉莉亚一定会保护他们。不能言而无信。好好好，都听你的。但是如果时限将至，剩下的时间到了紧迫的程度，我会强制把你丢出去，去大教堂与其他人会合。大局为重，我明白的。一定记住，量力而为，有感到棘手的尽管交给我，知道了吗？会的，谢谢你，希儿。唉，真是的。力量、奇策、熟练度，如果把这些都结合在一起，往往就只有一次机会。一定要耐心等待时机，才能一招制胜。但要战胜他，可能还需要一些。目标锁定，所有装展开。布罗尼亚小姐也终于认真起来了呢，就是现在。不会很痛。一剑之心。成功了吗？这个感觉是你似一剑之心碎掉了，唉，千钧一发呢。到此为止吧，布罗尼亚小姐，很遗憾你的奇策失败了。若不是你似神之剑的强度略有问题，这还真是个非常值得称道的战术。
还是说因为不想造成任何伤亡才刻意压制了火力呢？不过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把理智律者的力量掌握到这种程度，博尔尼亚小姐的确无愧天才之名。借他人的核心成为律者，承受着反噬的风险，不断练习能力。丽塔可以断言，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这种痛苦的过程。瓦尔特先生的确拥有一位很好的继承者呢。虽然这担子对博若尼亚小姐来说似乎是略微有些沉重了。没有那种事。博若尼亚小姐，你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不必在今天就如此勉强自己。Bronya 其实一直在犹豫，虽然确实接受了理智律者的核心，但对于逆商，对于世界，对于理智律者的传承， Bronya 一直都心存迷茫。名字即为世界，逆商的领导者与继承者，人类的守护者瓦尔特先生，他身上所背负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布罗尼亚的想象。布罗尼亚在律者核心中看到了无数的回忆，每一段都足以彻底压垮一个普通人，瓦尔特先生却将他们一一承受。越是跟随瓦尔特先生训练，越是了解他的人生，布罗尼亚就越是无法确定。布罗尼亚真的有资格成为那个继承者吗？就算布罗尼亚掌握再多理智律者的能力，瓦尔特先生背负的东西也依然如故。他将世界扛在肩上，蹒跚前行，无论前方是什么样的困境，都不曾放手，不曾后退。布罗尼亚认为自己没有那个觉悟背负整个世界，所以只继承了理智律者之名，而放弃了接过其他责任的尝试。布罗尼亚其实也明白，这不过是一种逃避罢了。逆商和修伯利安上的大家都很温柔，所以谁都没有对布罗尼亚提过这点，但布罗尼亚不能对眼前的事视而不见。由于不再拥有律者核心，瓦尔特先生的力量已经远不如前，更何况在多次的拼死战斗中，
他的身体早已伤痕累累。即使如此，他还是默默扛起了所有责任，让布罗尼亚可以轻松地成长，自由选择想走的道路。那是在他成为理智律者的时候不曾有过的选择，未能实现的梦想，一直渴望的未来。他把这些可能性慷慨赠予了布罗尼亚。很多人都说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总是把他人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却很少考虑自己。或许就像特斯拉博士说的那样，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所以至少从后辈的角度上，从理智律者的角度上，布罗尼亚也想帮他去分担一些责任。尽管现在的布罗尼亚还没有能力和资格去扛起整个世界，但只是分担的话，布罗尼亚也做得到。不仅如此，看着身边人一点一滴的成长，看着希尔变坚强，看着提安娜变成熟，布罗尼亚逐渐意识到了，守护世界并不是他人强加给自己的负担，并不是环境帮自己预设的道路，它其实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向善的渴望。我们并不是因为拥有力量而去履行责任，而是因为想要守护这个大家所在的世界，才更要好好使用每一份力量。第一任理智律者瓦尔特·乔伊斯，他是原生的律者，却选择为人类而战，阻挡星辰的陨落，守护了一座城市。第二任理智律者约阿西姆·扬，他继承了瓦尔特之名，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人类于危机之中。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这么做，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世界，选择了忠于瓦尔特这个名字。三代目の片割りの律者ブローニャ在地区、ここで自らの意志で彼らと同じ道を、この世界を選択します。これがブローニャが一歩踏み出した証、これが二人の断りの律者が使った時、これが物理の法則を覆し世界を変える星です。
这可真是精彩。无法制造出稳定的你似神之剑，那就不停地制造以量制胜，的确是理智力者才能做到的事。不过所谓奇策从来都只有一次机会，已经给我展示了底牌的您，究竟打算如何突破僵局呢？那种事情不试试看怎么知道。重力脉冲全开，虽然这么说很抱歉，但看来您似乎还是无法突破丽塔的防御呢。凭借不停地制造你似伊甸之心，能撑到现在的博尔尼亚小姐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优秀。很可惜，比拼耐力的话，您终究无法胜过现在的丽塔。你见过星星粉碎的样子吗？什么？让他看看你真正的力量吧，地久神之剑。灵额定功率，你似黑洞，解放！崩坏能啊，崩坏能什么都可以解释吗？可是我们刚才从一个地方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真的很魔法哎。曼达罗萨利亚，不懂就少说两句。其实莉亚也不懂吧。找到你们了，是希儿姐姐。希儿姐姐来救我们了，太好了，你们都没事。看样子你们也没有和布罗尼亚姐姐在一起呢。既然如此，很有可能布罗尼亚姐姐就正在面对幕后的敌人。果然还是继续去找布罗尼亚姐姐比较好。喂，你有没有注意？我知道的，我一直有在注意时间。现在还有一些雨啊。对不起，昨晚最好的那个小蛋糕确实是我吃的。
剧场怎么会地震？难道是布罗涅姐姐那边出事了？或许吧，不过这次你真的没有机会去一探究竟了。这座支配剧场即将坍塌。坍塌！抓紧那两个小鬼头，我们要离开这里了。了不起，没想到最后还藏着这样的手段。这场战斗确确实实是丽塔输了。虽然料到了之前的僵持是一种战术，但没想到连你四神之剑都是障眼法，而真正的王牌竟是第九神之剑本身。更没想到的是，比起击败丽塔，你把目标放在了毁掉整个支配剧场上。我为自己之前对您的轻视道歉，布罗尼亚小姐。这大胆又出乎意料的战术的确不是任何一位瓦尔特先生的风格，而是博洛尼亚小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力量。博洛尼亚自己的力量，不，这是理智律者的传承，是逆上所有人的力量。第九神之剑的外壳是在一个多月前刚刚修复好的，在这之前修复工作一直进行得不太顺利。与支配之律者的战斗结束后，为了充分调用起所有的资源，逆商才又重新把这项工作提升日程。大家在对待这把神之剑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小心翼翼和尊敬。布罗尼亚想，那一定是因为这上面附着的回忆太过沉重。但是，铭记过去是为了开拓更好的未来。希尔常常对布罗尼亚这么说。所以，布罗尼亚也想要以此为契机，走出自己的一步。不然的话，会被希尔、被提安娜、被牙医、被大家落在后面的。布罗尼亚没法成为瓦尔特，因为布罗尼亚就是布罗尼亚。但是布罗尼亚会继承他们的意志，用布罗尼亚自己的方式守护世界。是啊，你确实证明了你们如今的实力足以与奥托大人周旋到底。原来这就是所谓轻视的含义吗？因为我们上一次在空港之战时的狼狈，你
并不确定现在的我们是否足以与奥托一战。不过说到这一点， Bronya 确实没有想到，即使摧毁了支配剧场，你也仍然不肯亮出自己最后的底牌。是指这个力量吗？很抱歉，并非利他不想使用，而是时间仓促，还未能充分理解它的本质。因此比起它，丽塔选择了更为熟悉的方式与您作战，这样才能发挥全力，绝非轻视您的实力。这种理由还真是令人意外。不管怎么说，丽塔·洛斯威瑟，你看上去并不执着于阻止布罗尼亚前进，可是你却依然如此大费周章，特意要确认布罗尼亚的实力。你究竟在为什么而焦虑？布罗尼亚小姐何出此言？布罗尼亚也不知道，大概是直觉。能听到一向冷静理性的布罗尼亚小姐谈论直觉，倒确实很新鲜。布罗尼亚总觉得，比起阻止或者试探布罗尼亚，你更像是以某种东西为样板，在期待布罗尼亚的成长。多心了，丽塔不过是完成自己应当完成的职责而已，这可是女仆的矜持呢。好吧，如果你不愿多说，那么布罗尼亚也不会多问。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似乎是。支配剧场消散后，我们会径直落进的空间，那自然是量子之海了。果然，我在这个状态下倒是能够自由出入，不过布罗尼亚小姐你可能真的要在这里困上一小会儿了。毕
毕竟以我的立场，还是需要用一些间接的手段才能对您伸出援手的。不劳费心了，因为 Bronya 就像你之前说的一样，有值得信赖的同伴在啊。Bronya姐姐，你来了呢，希儿。那当然了，支配剧场突然就消失了， Bronya 姐姐却没有出来，我吓得都不知道要如何是好了。希尔告诉我，布罗尼亚姐姐可能掉进了量子之海里，带着我进来找找看，结果居然真的……啊，丽塔小姐，看来二位还有很多话要说呢，不妨先离开这里，再慢慢聊如何？那你呢？我就继续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直到情况变得更确定为止吧。毕竟任务失败的女武神可是要写好长一篇检讨的。就让我多体会一会儿这短暂的闲暇吧。我知道了，多保重，丽塔。还有，谢谢。那我们就先走啦。值得信赖的同伴。距离幽兰戴尔大人随身信号的消失已经过去了20分钟。虽说和薛定谔博士一起制定的那个预案应该是完美的，但什么都不能做还是会让人更加紧张和焦虑啊。还是说，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这一切，也全都在主教大人的计划之内呢？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么这件事的终点，难道其实是……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怎么都是这样一副比我自己还令人头疼的性格呢？神御笔完成。上一次睡觉是什么时候来着？Thank you.